然后我脚现在上环了，很多都有硬环。这一盘是各种生的口味，然后让我给混一起了，热了一下。看这个大环像鸡蛋环一样，我渴了。它现在太肥了，不好往外拽。这个部位可以给它拽掉啊。这里是储存粘液的地方，然后吃的话它会有点苦，不好吃。